深圳市瑞驰曼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品牌创立于2008年，总部位于深圳，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是一家专业从事数字化、智能化移动视频监控产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的高科技企业，多年一直专注于车联网产品的研发和生产。成立之初，公司就以先进的产品、超前的意识获得了众多国内外行业客户的关注。通过多年发展，如今公司不但拥有自主的大型生产基地、一流的生产工艺、先进的生产设备，同时汇聚了优秀的管理团队、营销团队，推行先进的企业管理服务体系，严格品质管理，努力提升效率，降低成本，全心服务于客户。在企业内部管理，我们提出了新的 4M 理念，产品品质每天提升更高一点，销售服务每天进步更好一点，品牌影响每天延伸更广一点，让我们的微笑每天更多一点。目前公司已经同多个国内外知名企业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产品销售遍布全国，还大量销往欧、美、亚、非、中东等世界各地，以解决用户痛点、帮助用户创造价值为目标，以移动视频技术为核心，融合 AI 计算机视觉技术、视频图像处理、物联网传感器、车载电子工程及无线通讯等技术，不断对产品进行迭代更新，逐步发展形成了系统化、智能化的系统终端产品及行业解决方案。渣土车事故发生率高，道路安全形势严峻，监管部门治理困难。据调查显示，在渣土车道路运输事故中，约有70%的事故是因为视觉盲区导致的。特别是靠近车身的行人不在驾驶员的视线范围内。如何有效地降低因盲区导致事故的发生？深圳市瑞驰曼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通过盲区预警技术有效地解决了盲区的问题。通过 BSD 深度学习的技术，当行人、电动自行车从盲区靠近等情况，通过算法精确地给驾驶员提供预警，极大地降低了车辆事故发生的概率，保障行驶的安全。该方案可智能检测范围在 1.2 米盲区内的行人、骑电动车的人、撑雨伞的人、物等，均会触发报警，智能判定离车距离，分级预警。系统会自动将盲区内的动态显示于车载终端设备上，同时语音进行车内车外双向预警，提醒司机的同时也提醒车外的人注意避让，极大地降低由视野盲区所引发的事故发生率。同时，方案还包含了驾驶员人脸识别功能，通过 AI 智能算法提取特征匹配与识别，检测对比司机信息，实现定时巡检、离开返回对比，预防冒名顶替、准驾不服。DSM 危险驾驶行为分析系统，智能识别危险驾驶行为，自动抓拍图片和短视频上传平台。ADAS 前向主动预警系统，主动识别行车环境，时刻保持行车安全。方案配备密闭载货智能识别摄像机，安装于货箱顶部，并与车载智能主机连接，实现车辆装载过程自动抓拍，从源头上预防渣土车超载、沿途抛洒滴漏情况的发生。移动智能监控管理平台，基于 GPS 及 BD 卫星定位系统，通过无线网络将车辆内外的实时视频、其他信息传输到监控中心，让监控中心能实时了解到车辆内外的现场视频状况，并可对视频进行录像等各种管理，结合 GIS 电子地图对车辆进行实时准确的定位，并对车辆进行一系列的 GPS 车辆管理和安全监控功能，可任意查询车辆在任何时段的行车情况，在地图上动态显示车辆行车轨迹回放，
并结合速度和油量报表，方便管理人员进行科学分析，在设备本地实现线路以及区域报警。当脱离监控中心指定的线路以及进入不被允许的区域时，对驾驶员进行音频报警，自动统计违章报警，上报违章视频，直观展示危险驾驶行为的变化趋势和比例，对车队的危险驾驶行为较多的进行排名。所有的危险驾驶行为均可生产报表，并有截图和小视频实时上传平台，帮助企业实现车辆运行实时、透明、有效的监控管理。深圳市瑞驰曼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矢志成为全球领先的数码监控产品供应商。